宝马一个享誉世界的豪华汽车品牌，它的一些平价型汽车价格就差不多几十万到一百万元不等，更不用说它的高端系列了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品牌的汽车，在这个电子手刹泛滥的时代，还是依然使用着机械手刹，这不禁让人对其产生疑问，为什么宝马还坚持用机械手刹？我曾听别人这样说过，他们认为宝马是为了节省钱，所以使用机械手刹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电子手刹虽然比机械手刹贵，但其实它们之间价格差异也不过在几百到千元之间。宝马这个高端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原因而舍不得换上电子手刹吗？答案当然是 no， 这还要从宝马的制车理念说起。宝马一直以来的造车理念便是偏操控运动。说实话，细心感受你会发现，其实拉手刹很有感觉，停车拉起手刹，感受拉线绷紧的声音，你能清晰地认识到它已经被你控制住了，这感觉其实挺好。也正是因为这个而选择那种掌握在手中的感觉好的不要不要的。再则，法拉利、保时捷、兰博基尼等超跑也是用机械手刹，人家几百万的汽车难道也是为了节约成本而用的机械手刹？所以啊，这也算是宝马车的一种情怀了。一直以来他们的设计理念便是偏操控的了，如果因为时代进步而跟随别人的脚步，与别人做的一样的东西，那也不是失去它的特色，变为与其他普通车的一样了吗？